我是 Nina。 今天呢是一期看房视频新房开箱，我们要参观的呢是东木社区尔湾公司的三 plus 户型。那三 plus 户型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尔湾公司在东木最好卖的三号户型的一个进阶版。什么叫进阶版呢？就是在原有三号户型的基础上增添了二楼的 loft，使它增加了大概386尺的这个居住面积吧。然后另外呢，它的一楼的套房也变成了一个 junior suite， 就是比主卧稍微小一点，但是又大于次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友好的、对家人很友好的一个大的套房空间。另外呢，它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选项，比如说独立出入子母房啊等等。那这个三 plus 户型呢，可以说改版了东木小区它的普遍居住面积较小的这个毛病哈，可以说是达到3400尺左右，3300-3400尺左右的这个居住面积，所以基本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大中小型的家庭都是很友好的一个户型设计了。那它呢是四房三卫，然后另加一个二楼的 loft， 也可以称作为 bonus room。然后一楼呢有一个 junior suite， 也可以称作为双主卧了，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东木本身呢在尔湾是属于学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社区呢从公园啊到学校啊到社区的必要一些设施都是非常全面的，而且距离基本的生活设施也都是非常近的。所以说东木呢一般来说来尔湾的新移民啊老移民啊当地居民啊都是很喜爱居住在这边的，所以这边的房子无论是买呀、或者是租啊，都是市场都是很好的、很稳定的一个市场。那我们现在要参观的这个户型呢，明天也就是周六，本周六会开盘新期。那这一期呢，它会出三栋房子，那这个户型呢，可能只会出一栋。那东木呢，它是去年秋冬左右开盘的，那之后呢，基本也都是盘盘售罄的状态。那借着现在疫情啊，还有尔湾市场比较火热啊，目前过去的几期房价也涨了不少。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买尔湾房产、买东木房产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尽早联系我哦。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参观吧。
好，那另外呢，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在迅速的扩张之中，那也是希望广纳有闲之士，招揽各路人才，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大家一起创业，一起奋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如果你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天赋，比如说写作啊、摄影啊、后期啊、文案啊、销售啊、地产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联系我，加入我的团队哦。好了，那感谢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